第一天，带着丢臂哥刘湾遇到两只流浪狗。就是个交不交朋友，你选一个交好不交？拐弯还是不拐弯？走不走？怂了，怂了。走了。哎，对，朋友过来了。哟，好凶嘞，你好凶嘞。好，来，抓住两个，走开。哎呀，我出马，你就出马了是吧？打不赢，我打不赢，要不然你上，走吧，走了，我们走了。哦，走了，被赶走了。第二天，带着圈圈又遇到这两只流浪狗。昨天是他们俩，上不上，还过一些，我跟你讲，还过一些是吧？还是马仔。这个惯了，这个惯了。对。你无不无聊，带着圈圈打野狗。怎么了？这小鸡巴，你看到别人家的狗，你怕的要死；看到别人家的狗，怕的要死；看到他们两个，你不想去。野狗一般都不敢那个，不敢打架。家里的狗，哎。第三天带黑猪出来，却遇到大鹅了。朋友，是我们的朋友，又是你们。来呀，哎，不要跑啊，朋友，来，我们这里是鸡，是个雄的，完了没事，这个不会打架的，这个不会打架，它不敢打，难受的。这个怂，这个还挺，这个打不赢。它是个瘸子。哎，哪有你这样子的？它是个残疾狗，你们可以欺负它。哎，你牵着它呢。怂。出不来，是你都没看到走，我走你前面，走，我们走，走，只能从这里回去啊，两边的路可以走。妈妈，爸可不必。Hello.